说吧，你想怎么死？哈哈，可笑！你为何而来？杀你。认识我吗？原名慕容海雪，五代爷国没落贵族后裔，无父无母，七岁时遇江湖术士凌迟道人点化，遂改名将影，九岁时夜徒步翻越天山玉虚顶，被囚狼所控，与囚狼厮杀，被太虚真人游州子所救，游州子见其天赋异禀，遂收其为徒，传授绝世武功。公元1127年，回秦二帝被掳，天下大乱，游州子在救治异军祸乱时不幸染病身亡。自此将影流落江湖，为保生计加入了声名狼藉的杀手组织飞鹰帮，干起了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生意，尤其身手敏捷，刀法精湛，心狠手辣，霎时间江湖上声名鹊起，居天字后杀手排行榜第一名，江湖人称将影十三鹰、飞鹰帮、凌烟阁堂主。